acabó. Hi, 香菇 Max， 私书蛋。K 切 K 那 Tommy 大直爷暗红，晚安。小智，刚刚看了范少包，范少包我还没看、欸。对耶，勇哥，嗨，昨天辛苦了，当天回来。昨天，哦对，高雄哎、欸，勇哥 ，Hello，Weep，Weep， 祝小智、Tommy、任小安、Tomo 一个人，谢谢你的玫瑰，甜我。问物吗？大家午安，晚安。谢谢小五的真情告白，谢谢你的真情告白。他娃哥，谢谢你。何春夏，哎，奶冻卷哎 ，Hello 奶冻卷。我们生日会的时候，我有看到你。学校的 performance， お疲れ様でした。昨日めっちゃ人がいっぱいいたから楽しかった。哈利波特。Rex， 我就烂 ，Hello， 昨天真的是人蛮多的，高雄的文藻大学，感动，对啊，超感动的，奶冻卷，谢谢你特地来看我，我知道你平常都不会来看，所以但是我们在生日会见面，所以你特地来看我是吗？妈的大姐姐我来了 ，Hello， 我叫烂奶奶 ，Hello 奶奶，昨天你错在哪里？昨天真的人太多了，我其实看不太清楚。我有看到，就是几个应援拿着应援伞的。小五，谢谢你的生日蜡烛 ，Hello 阿华天使。什么海妖？再过来踢爆，七宝买买买。谢谢奶冻卷的生日大蜡烛，你在聊什么呢？在聊昨天的文藻大学。见人，在进退场的那边，啊，错退场的那边，错进退场那边。啊，所以我下去的时候，我就是那个 TDP Festival 的时候，我下去楼梯那边，对吧？噗噗 Requa， 明天我要断考了，还来看你直播，我真的，明天断考加油哦！马友友跟我挥一手，马友友跟你挥一手，还不知道是哪哪本人，真假的？还是我有跟你挥手就好了，紫竹乐乐，哎，等一下，我想起来了，是你那个拿着手机的吗？是吗？豪毅、志祥、King、陈景佑、超胖、哇哈哈哈、冰蓝，哎，豪毅、双眼、小玉儿，对我拿着手机啊，对呀、啊，就是你呀、啊，因为我想说那个手机在写什么，因为我视力不太好，所以我看不太清楚。然后我就问林姐说：“我们 TTB Festival 的时候，他的手机写什么？”然后他说：“他是奶奶啊，啊，他就是奶奶啊。”因为就是我真的视力太不好了，昨天那个距离的话看不太到，真的是视力不好哎。对，我也不想要戴那种很深的。Miso， 谢谢你，卡丘，谢谢你的人气星星，晚上好。哈喽卡丘，谢谢你的人气星星，羊毛流不通蒙，哈喽大家好，
阿贵仔呱呱，啊啊 ，Hello， 傻西。对，是，对，嗯，妈有安安，星期三孩子报平安。陈先生，飞哥 ，Hello， 飞哥，小兵，妈有安安，嗯 ，Rex。哎，是不是官方的那个？林姐有看到我？有啊，有啊，有看到你啊。因为我有跟他们说今天奶奶会来啊。对啊，有啊，有啊，大家都有看到你啊。真的，真的。Q 强、洛克、虚念云、坤坤。啦啦啦啦啦啦啦！是不是官方的那个结束了？因为想说他们那个烂直播烂梦成真不是到八点吗，然后一直等着他结束，然后想说嗯还没结束吗，已经八点五分了，所以就开始了。妈有跟大家讲了吗？当然讲啦、啊、这样为什么不讲，就是有讲就有机会找到你呀、啊。对吧，就是一个人找你跟六个人找你是有差，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哈，我们今天一定要找到是我们的粉丝。体贴了吗哟，一定要讲啊。点点 HelloKent 坤坤小猪耳朵风凉 Q 巧思涵白天月嗯香菇抓出来，也不是抓出来。12月20号的海大镇，麻友会去海大吗？确定我会去海大吗？我怎么不知道我会去海大？我会去吗？我怎么不知道啊？小博，Tappy 强，谢谢昨天看到你们很开心。我很开心，哎，三长今天来了，谢谢你，妈晚安，全部粉丝也都在找我打球，找你打球很棒啊。嗨，金宇，妈又猛晚安，妈又猛会，哎，妈会去，真假的，海报都出来了，等一下，12月20号，我想想，我去看行事历，马上回来。诶，真的诶，是海大、哦、原来是海大，因为姐姐跟我说，哦，我就昨天吗，前几天的那个直播的时候就跟你们说了嘛，就是姐姐们都不告诉我们，我不告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内容，还有那个比如说这个合照会又怎么合照之类的，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告诉我们啊，因为我怕我们会爆雷吧，所以我12月20号确实有工作安排，但是我行事历是写有工作安排，我没有写海洋大学，所以是海洋大学吗？海洋大学吧？海大是海洋大学吗？我没有写说海洋大学，所以是你们告诉我，我才知道是海洋大学的活动，原来是海洋大学的活动，哈，是哦，是海洋大学，是那个基隆的海洋大学吗？海鲜啦，为什么是海鲜？海鲜大学感觉很好吃啊！有海鲜大学，有是吗？真的有，基隆的吧？哎，感觉是那种圣诞节活动哎。我在海洋大学隔壁哦，真的假的？你在海洋大学的隔壁都吃海产吗？感觉不错，海鲜大学。Hello， 大家好。无师弟点点官职，李天天弃儿 Roy Cat 姚八欢龙凤璇阿奎卢特木牙六海鲜大学是什么东西？对不起，好厉害的妈呀！我也是 TTP 活动才知道海洋大学在基隆。哦，是我因为我朋友在海洋大学，所以。才知道是在基隆，基米、超哥、企鹅、一开，是海洋大学哦。哎，终于是北部，哎，基隆是算北部吧？
终于轮到北部的学校，好开心！我觉得你，名字可以改成大头麦哈？大头麦为什么？为什么是大头麦哦 ？River，Hello， 阿奎，谢谢你的 love。每次点进来头大的，不要说我头大，没礼貌。我终于可以去了。终于可以来了，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学校活动是可以进去的吗？有些学校的活动都粉丝都不能进场，有一点可惜。基隆是算台北的这一台，所以是北部吗？除了台北都算南部，除了台北，基隆不够北吗？我就不知道嘛，就问一下，是够北的、啊，够北。樱桃猫仙气弹紫竹的高音，小梨子怎么可以说出来？毛头就是大大的可爱，你闭嘴啦！我每次站在美玲跟诗雨的旁边，我就觉得我头怎么那么大？美玲跟诗雨的头真的超小的。昨天我就是和朋友拿票进去的哦，真的、哦，对啊，就像这样子，就是有一些学校的活动，粉丝都不能进去的。20号的不算哨场，哨场是篮球赛的表演，原来是这是篮球赛的表演哦，好酷哦！那个活动是观众无料呢，原来。粉丝的力量还有人脉不能小看。美玲头有很小吗？美玲的头真的超小的。Hello， 杨洋、毛良还有武川。嗨，睡觉，大家怎么忘记了？可以翻墙爬进去呀、啊？怎么那么坏的 ？William，Hello， 戴戴，马友安安，这算我们爆雷给马友吗？好像是哎、欸。因为我都不知道有这个活动，但是我把20号空出来了啦。其实基隆在屏东下面哦，基隆在屏东的下面，没有，你想骗我，我知道啊，这样子就是台北、新北、基隆这样三角形啊。台北的下面是什么？台北的下面是什么？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在中台中啊，新竹苗栗台东啊，不是新竹苗栗台中，对吧？然后再来是台南，然后高雄，然后垦丁，很棒。台北下面是南投，哦，是南投，对不起，忘记了，被遗忘的南投。果然是很爱台湾的麻油，对，完蛋。修改 ，Hello， 修改。Mollys， Lie， 台北上面是日本，也是没有错啦。有的学校活动也不是上面啊。是右边呢、啊，右边，台北的右边啦、啊。而且你们这次蛮多成员一起去的哦，真假的？有几个成员？有的学校活动是学生会办的，哦，要缴会费。嗯，小五，谢谢你的掌声鼓励。南投在左边是新啊，南投在左边是新竹左。右边是台南，你就想骗我，你真的是想骗我。原来台北的下面是南投，难怪我地理都考不到100分。哎，所以不是南投哦，因为南投是哎不对啊，南投是台中的下，台中的上面啊。你想骗我？我去那个丰原的时候有那个我的朋友有去带我去南投玩呢。哎，还是下面还是上面？哎，忘记了。小五，谢谢你的掌声鼓励。12个成员，台湾的右边是石垣島，是日本没有错啊。请爱用东西南北，台湾不是日本的都道府県之一吗？是哦，我第一次知道哎。Joe，Hello Joe。
大家的地理跟我一样很不好呢。你知道我今天聊月琴，以前跟冰晶吗？我没有去过哎，冲绳也有去过，但是我没有去过离岛，日本的，对，台湾的离岛也没有去过。今天大家有投稿吗？那个雨晴的，雨晴刘雨晴的，台日号什么号那个，他不是有 po 现实动态吗？然后请大家什么，请大家投稿给他。那个啊，台日号什么号的，然后我就对阿鲁那个，然后我就投稿给他，他就跟我说是在哈喽。阿米，我说是在哈喽，是本人吗？因为我那个称号绰号嘛，绰号写藤井麻友本人。然后说刘雨晴，好喜欢刘雨晴的短发哦。阿鲁啊，哈喽，好奇怪的内容啊，你有听到？你有听哦，是吗？好奇啊，好奇投稿内容，我写说好喜欢雨晴的短发，很像那个 I like you。我只知道我们今天直播一直被雨晴打入冷宫，什么意思？哒哒哒哒，我以前也是投稿告白过，但是没有听到哦，真假的？最近很多成员剪发，对，但是我不想要，我是喜欢长发的。冰箱一日游，什么冰箱一日游？杨哥，那今天做什么？我今天翘课了，也不是翘课，我今天请假了，太累了。因为我昨天去高雄嘛，然后不是说要接猫咪吗？然后我接猫咪之后，我这个整个路上就是从台北到台北的整个路上都没有睡觉，因为那个猫咪真的这么小只，这样差不多这样，刚出生20天的小猫猫，所以呢，我昨天几点回到家？12点半1点前，嗯。然后今天也请假，你今天也请假，为什么？不舒服吗？对，真的是很少只的猫猫，从台北到台北的路上，从高雄到台北的路上，对。然后我一直抱着它，然后抱在这，然后就是怕它醒来，但是一下子睡一觉，一下子醒来，然后醒来就喵喵喵这样子，然后就是很担心它跑出哪里呀、啊，或是。他不舒服或是冷到，所以我一直担心，我就睡不着。从高雄到台北就超累，然后屁股很痛，一直顾着猫咪，但是心不累，我的心有被疗愈到，所以为了顾猫咪没睡好。对啊，就是回来的路上是都没有睡觉，而且重点是，昨天是礼拜一。不是礼拜二嘛，礼拜一晚上我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睡不着，所以这两天这一礼拜一跟礼拜二两天只睡了4个小时，我就觉得好累哦，但是有幸福，有猫咪就幸福。塞在衣服里面，没有，我怕它这样子就不舒服。今日ね、虫が食べ、親子丼作ったけど失敗したろ。可愛い。谢谢 Geeks 的玫瑰。また授業をサボってたのめいちゃん。今日はどうやって、これはどうやって卒業するの？可以啦。まあ要照顾猫猫一辈子哟，所以一辈子都不能离开台湾哦。好。那麻雀没有看医吗？没有哎。我回家之后，它还是一样黏我。今天早点睡觉，对，我今天睡得好饱哦，我今天睡到12点，我今天睡到12点，我很生气一件事情耶，是幸福累，特休中刚好可以麻友直播，耶，藤井家有新成员了，没有啦，是我工作人员的猫猫，小猫猫是不是2个小时就要喂一次？对，所以就是。高雄那边的主人也不是主人，那个，对，就是反正就主人有
喂他吃过，然后再给我们。没吃到早餐就会生气？没有没有，我今天看到那个我学校的通知，我们系上的通知，然后因为我们明天是原本要拍那个毕业团体照，对，所以原本有工作安排，但是我跟姐姐说不行，明天不行，我明天要去拍那个毕业团体照，怎么可以没有我？所以就是好可惜没有去到工作。后来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有个我的系上的同学开放投票，说要不要改毕业团体照的那个日期，然后后来那个投票直到中午12点而已，但是呢，我是因为中午12点过后才醒来，所以我根本没有看到那个投票，然后投票结果明天没有要拍毕业照了，所以我明明就可以去工作，然后我就请假嘛，好可惜哦，早知道会改日期的话，我就去工作了，好难过，超难过的。而且重点是，就是前两天才改日期，我就觉得，哎是怎么会这样？妈呀！我先去看书，加油，明天的那个段考加油。还以为马友转推别的猫，没有啦。这个事情对那个不拍也不会怎么样。哎，你这样不会懂女生的心情哎。女生的心哎，妈妈明年再可以再投一次，明年再可以投一次。你不要开玩笑，我今年就要顺利毕业了。鳄鱼可惜珍藏，明年再排一次，太临时改了吧？我也觉得哎，这么重要的投票。不要压线了，真的就是至少要投票到下午3点左右。大学生哎，为什么早上8点开始投票，直到12点就结束？明明就是那个，就是一种记忆，一个回忆。对啊，而且我们的系上真的很，我们的系真的很特别，系上的一半以上的同学都是外国人。而且有50个国家的外国人，那如果错过这次毕业团体照的话，就是说不定之后没办法一起合照，懂我意思吗？这么重要的日子也很珍贵，你知道吗？不是啊，真的，印象中摄影师没办法这样改。对啊，我也觉得是这样，因为其他人12点以后都。一球都有课，我也不知道哎。那负责人又打屁屁，以后可能不会再见面。我也觉得，因为五十个国家，然后年龄也不同，最老到我60岁哎。我们的系上的同学，然后，对啊，毕业后真的说不定会见到面，而且有一个国家的人是因为台湾跟那一个国家断交了，所以他去中国大陆那边念书，真的很难过。就是他跟我的关系大一的时候很好，但是因为外交的关系而没办法在台湾念下去，然后觉得好可惜，所以就是要趁现在这一年，然后那一次那个毕业团体照，然后好好拍照。当一个回忆，有50几岁的学生，这么扯，60吧，我记得。巴拿马不是巴拿马。以前大四当必带，要就大家都可以的时间，蛮有趣的。马友最年轻，差5天是吧？对，马友这一年是最年轻的。但是我们系差很多比我大的哦，就是我觉得三分之二是比我大的，大家都是那种，就是在自己的国家读了1年2年，或者是读完大学了再过来上大学，反正很多比我大的。阿米真的好。很可惜，奖学金是他们的经济来源，对，
这代表你们班感情很好诶，很好的回忆。我不知道感情好不好，但是对很多国家的就觉得很特别。阿华タクヤカンバラさん、マイドマイちゃん、マユちゃん、マイドマイド。マユ的日行人行立牌一千艘。哈，怎么了？おたおめ、おたおめ、ありがとう。三十日です。来週の月曜日、一曜日って言いそうになった。月曜日，就算都是同一个国人，同一国人以后也很难全部一起合照。对呀、啊，就算都是台湾出生的，也没有办法。对啊。ヤホヤホヤホ、元気してる？あ、ヤホみんな息してるって最近。天智もさんのあの YouTuber を見すぎて、ヤホって聞いたら息してるしか浮かばんわ。わかるかな？言ってること。見てたらわかると思う。我发现我这里的远生都是外国人啊，对呀、啊，日本蛮多那种，蛮多，就是那种学校都是日本人，日本本国人跟就是外籍生是分开的，很多都这样。会想拍团体照，就算感情不错吧？嗯，是吗？其他系不太会吗？天气怎么样？わからんの？わからんの？最近もう YouTube が好きすぎて、で、宮迫チャンネルにハマってるって言ってなかった。で、最近あの、宮迫チャンネルとあっちゃんの教育チャンネルが結びついた、ウィンウィンウィンってやつのがあるんやけど、それが面白すぎて、まだ1回しか再生されてないんやけど、めっちゃ好きで。コロナのせいで外国人向けの日本語能力試験が全く中止。え？そうなの？辛い、それは。看到台湾的新闻说日本开始流行到台湾留学，真的吗？哦，是哦，但是真的蛮多人，真的很多人来台湾留学。YouTube 見すぎやな、今日も一日中見てた。マジで一日中見てた。今日何見たかな？あの、光見て、あの、天チム見て、宮迫チャンネル見て、あっちゃんの教育チャンネル見て、大悟見て、あ、江頭も見て、あ、あと模擬音見て、で、それぐらいかな。その流れで光見てないか。見てる。あの、床屋さんデートのやつ、めっちゃ面白かった、ほんと。あと、ユニバーに行ってみたっていうやつ。1時間半だけユニバーに行ってみた。シャンシャン、应该是真的、因为蛮有就是了し。好可愛哦、睡觉。はい、シュンミ。充実した YouTube ライブだな。そう、YouTube ライブ。蛮有走在日本留学的。3年前就到台湾留学。对啊。シンガポールと香港の旅行バブルが始まった2日あと急に割れた。え？シンガポールと香港の旅行バブルが始モンリオのやつか。あ、そう、モンリオのやつ。え、キャバ嬢好き説あるよな。え？キャバ嬢好き説あるな。出したのことなくない？名前出したことなくない？キャバ嬢好きなあれやから、ミレイやから、ミレイ。小五、谢谢你的花枝金穗。可是中文是很难学的语言吧？我不知道欸，很难学吗？就是还能学的，但是我觉得蛮有趣。ミレイちゃん、いやでもミレイも YouTuber 人生送ってるよ。だからね、 YouTube をさ開いてる。例えばさ、ヒカルとか見てたら絶対にモンリョウさんが出てくるわけよ。しかも最初角やと思ってたじゃん。いや、角リョウと思ってた。角リョウすごい名前、カドリョウってすごいなと思ってたもんだったっていう話。前までエミリーチャンネルとか言ってたら全然見てない。じゃあ、そのだから YouTube が結構さ、
始まって、なんかその有名なキャバ嬢さんたちも YouTube を始まったから、絶対にあのなんていうの、ホアダオ、ホイホアダオでいいし。如果马友会回日本的话，要给日本到台湾留学大医生。日本到台湾留学大医生。啊，我说，你说我吗？现在很多人觉得中文很实用吧，然后台湾比较好去。嗯，对啊，就是如果会说中文、英文、日文的话，就是以后的工作都不用 不要烦恼的那种感觉。最近我们学校也有人确诊了，可能要开始严格。真假的？你要小心一点哦。みえちゃん、あ、全然中国面白くない。カロリーを誰？いや、マジでそう思って。ダンシングババアはマスクをつかなくなるから踊ってか。どういうことだ？よくわからないけど、ダンシングババアのことは。マヨ連台語都学会了、中文少意思啦。カムリー、ハローカムリー。よ。よいしょ。まだね、夜ご飯も食べてない。朝ご飯にモスバーガーを食べたから、お腹が全然少ない。小菊、章鱼烧。あ、で、モギオンのやつは、あれを見た。AKB に聞いてみた。今まで一番辛かったことってやつ。もっとなんか、もっともっとひどいのが聞けるかなと思ったら、割となんか、プロデュース48が多かった気がする。忘了谁？ Hello。认真注视着荧幕留言的大头麻友超哥。什么叫大头麻友？不是大脸麻友还是？算了，私も忙しくて、まだご飯食べてないわ。柏木さんの YouTube は見ても、あ、見て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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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木さんの YouTube も、見てるけど、どちらかというと、やっぱりうるさい系 YouTuber が好き。オンラインお話し会で話したこと？オンラインお話し会で話したこと？ああ、見た見た。柏木さんのオンラインお話し会の映像のやつは見た。あ、で、いっぱいさ、台湾人みたいな人がいたよね。見た？柏木さんのオンラインでパソコンを開きながら見てて、すごい、何？と思ったのが、海外の人もオンライン会話に参加してて、だから日本語が訛ってる人が3人ぐらい映ってた気がする。就是伯母前辈的 YouTube，然后我看到那个什么连上线上聊天的那个，是你哦，真假的，是你吗？香菇是你吗？然后想说，我听一听就觉得，有海外的粉丝，就是听得出来有那种，就是有一点点口音嘛。然后想说，会不会是台湾人？是你哦，真假的。悪い、AKB の対応はいいんだよね。悪いのは NMB とかだから。どういうこと？待遇はいいんだよね。ああ、そういうことか。あ、そうなの？待遇悪いの？そうなの？原来是香菇、真假的。我真的很开心的说，就觉得好厉害哦，就是用日文跟自己的偶像聊天，还会报名去那个线上 online 开。嗯，原来是香菇，香菇出来打球。你上他的 YouTube，好厉害，很强诶。香港のブックフェアが中止して、安心 QR コード今頃発売した。なんだそれは。直播晚上好哟。我有跟伯母跟抹茶聊天的时候，刚刚好登录了。哦，真假的，很酷哦。Hello，田中，待久。待遇有差吗？不都是 AKB 吗？公司不一样，可是我听说薪水差很多，好像这个也是在 YouTube channel 有看过的吧？就是有个 NMV 的成员说，怎么跟 NMV 的薪水跟 AKB 的薪水都差那么多？对，听说 AKB 的薪水是很好，但是其他姐妹团的薪水有差，听说啦，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的应该我说出来也是没有问题的。星期三孩子报平安。NMB 有什么的からな。啊，安いってこと？快乐，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秘密。
AKB 有钱给谁啊？虽然在怎么差都比有什么的好，好像也是酷的过多。Hello， 来讲こんばんみさん。こんばんみ大福。いちご大福食べたいお店で、どうせ因为有什么狗用？有什么的新学校不是日本人都知道吗？是的，日本人都知道，可是我以为是只有搞笑艺人而已。Hello， 以恩，好久不见，以恩。原来是偶像也是哦，没关系啦，他们红就好。听说韩国的偶像的薪水是爆炸多，爆炸多。猫酱怎么在家里呀？好可爱呀！哦，好痛。可奈子ちゃんに癒されてきた。いやもうめっちゃ可愛かったけど、もうちっちゃすぎて怖くて、20日経った20日間20日。立ったらしぐらいらしくて、こんなにちっちゃい。で、目もね、なんかこれぐらいしか開いてないような子猫ちゃんで。で、昨日高尾までは車で4時間とか4時間半とかかかるんやけど、で、高尾に行く途中はちゃんと寝たけど、高尾から帰ってくる時に猫ちゃんいたから、もうさ、寝れなくて、可愛すぎて、可愛すぎて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し、なんかちょっと寝た、10分ぐらい寝たら、にゃーって言うんよ。で、10分ぐらいまた、にゃーっと起きてくる。あ、何ですか何ですかってなって、寝てね、ちょっとやってたから全然寝れなかったけど、心はすごく癒された。聊这个麻油会很难接话啦。最近 YouTube 大食いしか見てない。あとは鳥さばき。魚さばきの YouTube 見るってすごく変わってるね。网友想看、网友想看、麻油是爬到去哪里啊。哦是去这里哟，去桌子上。誰もその話聞いてないって気づいて。あ、猫ちゃんの話？やめて。ほっこりって言ってくれてるじゃないか。小さなのは可愛い。可愛いけどめっちゃ怖かった。しかもね、爪がめっちゃ痛かった。ずっとこう登ってくるやけどここら辺まで。ランク。最近ニャンエリってバイク系の YouTuber にハマって、バイク系 YouTuber って何？バイクとか見るん？あらレイ、ハローあらレイ。昨天就是带一只高雄小妹妹回来台北，啊，好开心哦！但是回去公司就要跟她说拜拜，很难过。超级无敌噼里啪啦小巨的，嗨，我很想要养第二只猫咪。然后回来抱我麻雀就觉得，哎，你怎么那么大只，超大只的。Hello， 屏东。对啊。バイクに乗りながら温泉に入る？意味わからん。バイクに入りながら温泉に入る YouTuber。ほっこりってコメントするタイミング間違えたかな？え？ほっこりってタイミングする。甜蜜的负担吗？麻雀好撑呢。啊，失败！梅干し大好きでさ、梅干し。谁喜欢梅子？好好酸哦，那很好吃。反正那是新鲜梅。しょっぱいやつ、いや甘いやつかなと思ったらしょっぱかった。めっちゃ人多かった。でもさ、昨日の学園さんのさ、写真見てくれた？全員の写ってたやつ。髪の毛がさ、灰色みたいになってたよね、光に当たったら。昨天大家有看那个文造校园的我们的那个那个合照吗？我的头发看起来是个灰色，还有事情要下了，没有下次见，锵锵拜拜。谢谢田中的玫瑰，我29号要去补染，不然我现在就是光照的话就照光，光照什么？照光的话变成灰色，很难过。まだ肌色が、そうだよね。奶茶灰哦，那个不算奶茶灰，那个照片看起来是个灰色。
奶茶灰才没有那个灰灰的感觉。奶茶灰本来就是比较浅色的奶茶，然后有一种雾雾的。可能要19号再去补养。啊，今日鳩色だ。鳩色。好像不算是那个灰色，因为这一次染的时候的灰色整个真的很像，很像鸽子，真的超像鸽子。我也要关照才能发芽，上次直播又被买起来了。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奶茶灰？为什么需要理由？就是想要染呢、啊。Rex 啊，不是 Rex，Rexa， 谢谢你的仙女棒。聊婆婆的回，对，聊婆婆的回。再久，谢谢你的啾啾。没知识败，可可一再问一问，你再带过来。奶奶，圆滚滚，下面开外期待。ね、来てくださいみんな。今日写メ会に着るあのね、あ着る服っていうか服は自分のないけど、写メ会の一つ道具を道具が届きました。お楽しみに。就是今天收到后，就是合照会的时候要用的东西，觉得很可爱。奶奶，爱杯刘爱杯，卡米阿基拉，どうせ私には見れない、見れるよ。インスタグラムにちゃんと載せますから。ガングロで写メ会、それはやばい。ガングロ写メ会はやばい。誰も来てくれない。誰も来てくれない。どんな感じなんだろうね、写メ会ってね。那个已经公布了吗？有一个新的活动，公布了吗？我很害怕说出来还没公布的东西，但是我确定有公布啊，有吗？啊，有，那就好了，参会，对，参会，大家要来找我哦。小树，卡米，谢谢你的仙女棒。一直觉得麻友有点怪怪的，明明我的日文不好，为什么上次把我放在听得懂的区分呢？听得懂的区分什么意思？小树医生，カニさんどこでもドア作ってください。欲しい。ハリューがハリュ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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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のいる。さっきハリューのいるお風呂場へって言おうとしたけど、なんかそれは言ったらおかしいなと思って。それは言うべきではないな、なんかおかしいな、なんでお風呂場が浮かんできたんだろうと思って言わないでおこうと思った、何も出てきなくなってトイレって浮かんで、いやトイレもおかしいなって一人でちょっと妄想してしまってごめんなさい、ハルさん面白い、なんか自分で面白くなってきた、つぼってきた自分でこっち梅干しでここで酸っぱいのと面白いのが梅干しでここが酸っぱいのと、なんか妄想しちゃって変な気分、変な、なんかもうなんか笑いのツボに入ってしまい、顔が赤くなってしまった日本語って難しいね。参会是明天开卖吗？是吗？昨天没办法去看你们，没关系呀。听说那个海洋大学也会有活动，
公布了，公布了，赶快爆料！也没有什么能爆料的，禁止饮食的餐会，什么意思？禁止饮食的餐会，明天中午12点开卖，好哦。不要吐槽复制贴上忘记改的工作人员了，人真好吗？什么意思？忘记？上次你说日文，然后我说我听得懂，但是没有马友教过日文，怎么可能日文好？当然要让马友教我日文了。好啊，好啊，你有不懂的话，你就可以问我。一开始看到注意事项也很傻眼，哦，没关系的。笑った笑った笑ったピアイドルに妄想されてもた。不过快改超快。麻油日文听力训练班，对，我觉得常看我的直播，至少会听到我的日文，所以就可以练一下听力。公司每次新活动的文宣都复制上去的，然后偶尔会发生不一样的地方，没有改，没关系的。我觉得我认真觉得工作人员超级无敌忙的耶，因为我们的活动又很多，就是个人的活动工作蛮多的，然后就是要准备很多东西呀，很辛苦哎，很辛苦，真的很辛苦。握手会跟公园禁止饮食哦，所以就是直接复制贴上。原来禁止饮食的餐会也不错啊，就看我们吃饭呢，不是不错吗？看我们吃饭，看我们吃的很幸福。之前还发生活动的日期全部都是错的，再重记一遍，真的。因为你们好难得来高雄，所以觉得很可惜。以后变红一点，红再红一点就可以，就会有机会就可以去高雄了。他们要吃的很香，对啊。哎，我们是去什么？去吃什么？好像有听说，但是我忘记了。花2000看吃，你们吃饭也行。Friday 好吃啊！对对对 ，Friday 啊，我你知道那时候我跟工作人员讲这件事情，有餐会有这样子，然后那个工作人员不小心说错，然后说成 Subway， 然后想说 Subway， 我们吃 Subway 真假的？能不能在那个在奢侈一点点？Subway 跟 Friday 差真的很多 ，Friday 真的很好吃啊，我很喜欢吃 Friday。Friday 的猪排很棒，对啊，嗨陈恩大哥，嗨 Joe。Subway 真的太客家了，还有周顶冠，摩吉为什么要关那个电风扇？电风扇，塞200人的 Subway， 厨房要爆炸了，对啊。麻薯坏了，麻薯，帮我开。Subway 跟 Friday 真的有，对啊，押韵。那会不会今天过来肯定想到安奈的呢？说呢，2000块的 Subway 真的要想想，我也觉得如果我可以跟自己的偶像吃饭，但是要花2000块，然后再吃的东西是 Subway 的话，有点还是会考虑。但是 Friday 的话，觉得很好吃，喜欢。马叔会帮你开，他跟你姓什么？ありがとう、しろくま。自由呼噜噜的声音出镜的马叔。
好意，考虑中。你在考虑那个吗？参会吗？我觉得啦，阿奎，我跟你说，阿奎，我特别跟你说，你，我觉得你一定要来参会。这个理由参会结束后再说。但是如果你来到参会的话，我没有在骗你，真的没有在骗你。我觉得你来参会的话，对对，你会很开心。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反正你会开心，对，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来。这个理由是真的真的真的，参会结束后好好的解释，但是你一定要来。因为我知道你会特别的开心。对，不知道是不是要点餐，都是吃一样的，应该是都吃一样的吧，除非你吃你吃素食的话就不知道。好哦，麻油都这么说，真的啦，真的真的，我没有在骗你，真的，我觉得你会很开心。咻咻，要看稀有度。干嘛？沙吉克桑的话，2000块美而美也花了，你是什么意思？啊，你说如果是 Subway， 但是如果是薄暮前辈的话，吃 Subway 也是可以的意思。不用想，只要能跟偶像吃饭。谢谢 Kicks 的好厉害的礼物，谢谢你。哪次不去？妈要这么推荐，我就特别推荐给阿奎。这个理由真的不能说了。德明，不知道需不需要点赞？哦，我刚刚看到了，不要再业配了，我怕我领到钱就卖完了。公司最喜欢在月底开始卖票。哦，对耶，好像说的也是，还是我们就改上月初卖票。我就跟工作人员说，工作人员，我觉得月初卖票比较好。等等等等等等，魔法小卡登场时候又到了。巨人四连倍的石榴。好好，谢谢妈的推荐，用刷卡就能再拖一个月了。只有200个，就算罚站也会卖完。诶，对耶，只有200个人而已，会卖完吗？但是2000块蛮贵的哦，应该要调查一下发行日，那天卖票就会狂买了。丸子狗狗，月初月底都没有钱啊，本来就想说12月底都快闪的说，怎么会12月有圣诞节？对呀、啊，听说快闪真的很难办，因为我们快闪就超过几分钟会被警察抓，所以快闪真的很难了。哦，对耶，有人是月底，有人是月初。嗯 ，Cookie， 谢谢你的仙女棒。很难说，反正这次没办法来也没关系的，又不是只有一次的活动，对吧？今天是到9点半吗？今天是8点开始，对，9点半，没有错，跑给警察追。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怎么样？对我来说，加高铁就要加5000。你可以坐客运。就像我昨天搭坐车去高雄一样。小三美玲来了吗？没有吧。Hello， 橘子饼。那我先回家，等等回来。好哦，回去小心。高铁比餐会还贵，对啊。马上撒娇一下，警察应该就不会抓了。警察有那么好骗吗？快闪的事不是吗？会变成街头艺人的样子，就是不是快闪就要几分钟内就要离开，然后
又不能放什么东西，我忘记了，反正就有很多规则，然后超过几分钟会变成算是街头艺人，所以不能这样，然后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反正有很多コメントしてないけどいるよ存在感ありがとう。我有24个小时当日中间来台北来回，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子？你说你去日本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再回来台湾是吗 ？Hello， 鳄鱼。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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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超过时间的话就要申请吧，而且加上粉丝可以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加上粉丝的话，对。对，好像也是，就是很难很难办这种东西的，因为我以前也是很想要很想要参加快闪这个东西，就想说明明就有很多路人可以就是认识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快闪，就觉得为什么这样子，但是后来就是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哦，好像也是，就是办一个东西真的很难，办一次活动真的很难。对呀、啊，机会游行，机会游行。如果我说到日本吃披萨吃到饱，然后回公司，你信吗？我不信，我真的不信，是真的吗？真的哦，你是去那种大胃王比赛吗？还是什么？是普通去吃披萨，然后再回来？如果成员都有街头艺人证照呢？我们不需要啊。我们也不想要当街头艺人，可以接访啊，可以接访，对，可以接访。我刚才在跟米列的一起你说，嗯，圣诞，哎，啊不是生日直播，对啊，怎么了吗？警察要举牌三次才能抓我们，哦，是哦，是举三次才能抓你们。哦，好酷哦，三长是个警察吗？这个我也有虑有经验，土豆有被抓过，真假的？土豆做坏事，然后被警察抓过，是啊、哦。然后你有出过监狱，真假的？土豆，你怎么出来了？土豆还有3年的那个难点的给我要，我不知道要怎么讲，确实。那一天在东京吃了披萨吃到饱是真的，但是还有其他活动对吧？怎么可能只为了吃披萨去日本呢？你们弄个烤啊，街头艺人的企划一定很有趣。嗯，那个没办法诶，因为我礼拜日直播是10点半到12点啊，这么晚怎么可能会请美玲来我家呢？对呀，对不起你们，礼拜日是只有我啊。土豆，我们怀念你，室友都想把我关进去。土豆，我不会忘记你的。土豆，你要乖乖乖乖就。顶多10年就能出来了，你不乖就要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所以你要乖乖哦，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加油加油，祝你身体健康，有买药就足够了，谢谢你，因为我想闻东京街头的味道，想要听乌鸦嘎嘎嘎的声音，这样就。好，那我信。到底是做了什么被关啊？你做了什么事？你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不是警察，你的朋友就是警察。莫名其妙。读的目前在必须失败呀。好好笑。宣言，好的宣言。好像就是有一个同学也是想要当警察，她是女生欸，就没有想到她会当警察，她会想要当警察。可是当警察第一年不是很不是第一年而已，就是
其他的年，怎么说，就是刚开始当警察不就那种检举啊，或者是在警察局待机吗？我印象中一开始，笑死，我必须要专心工作一下，先关声音十分钟，不然事情都一直做不完。好哦，加油。十六个吗？欸，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Rex 的日文明明就很好，但是有时候你打的日文让我误会耶，所以你要就是，如果你是，我也不想要误会你，但是你可能要在，怎么说呢？可能可以用中文，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要怎么说的话，不然就是我们就是对吧？就是我也不想误会了，你也不想要被误会吗？要看是哪一种官道是吧？一定有人一开始就是对啊，新警吗？不过刚刚讲的事情都是真的，我真的是24个小时来回，中午吃了披萨吃到饱。好厉害哦，你真的有活力耶，稳壮一点，斑满定正。谢谢 Cakes 的应援棒，因为日文真的很难，我觉得我自己讲日文的时候也是觉得这样子讲会不会被误会，这样子就是很难的语言，真的是一个很难的语言。 Sakura Sake， Hello Sakura Sake， 但是他的日文真的很好， Rex 你的日文很棒啦，真的你很棒 ，Rex 啊！没有责怪你啊，我真的没有责怪你，好吗？也有 YouTube 一天来回吃拉面。敬语不要敬语的，其实ちょっと晩ご飯の何を食べてるの？是你们搞到很难。日本人的过度解读空气，对呀、啊。うどん食べたい。あれが食べたい。きつねうどん食べたい。谢谢田中的告白气球。是日本人很难。好像也是哎。悄悄，谢谢田中的告白气球。上一强 ，Hello 叔叔。有时候翻成中文是很普通，没有负面的意思的话，可是日本人有几百种奇怪的解释方式。对，好多哎。我来台湾已经3年了，所以觉得。听中文的话也不会那么容易误会人家的意思，就是不会想太多，但是日文的话还是有那个 feel， 你知道吗？大阪ではきつねうどんね。え、うずやんさっききつねうどん言うた？きつねうどんや、きつねうどん。まあ日本語め一番うまいメンバーはカニさんだと思うけど、いやそらそうやろ。そらそうやろ、私よりうまいわはるかに。可愛いね、直打这个就不会错。对啊，最常拿来举例的就是奇怪的京都人啊，好像是哎、欸，就是可以个体，然后就是他就说，他就跟客人说慢慢来，慢慢吃，就是慢慢吃，就是慢慢来吧，慢慢吃，就是我欢迎你的那种意思，就是。但是他们会给你吃茶泡饭，对，这茶泡饭是很快就能吃完，所以他们就故意给你吃茶泡饭，说你就是怎么讲，请慢用，请慢用的意思。キツネうどんのことキツネうどんと言います。うそやん、ほんまに。但是日本人的可愛い又不是单纯的可爱啊，有些不好的形容也是可愛い。对，就是只能夸奖说可愛い的时候也会说可愛い，就只能说可爱啊的那种感觉。出た、ブブ漬け。ブブ漬け是什么？请赶快离开，请赶快离开，对，请赶快离开。然后有一次真的听到，然后觉得很鸡皮疙瘩的事，
是那个，嘘やったらごめんやで。嘘やん、絶対それは嘘やって。ケツネうどんは絶対言わん。絶対言わん。日本語難しいね。いや、本当に日本語は本当に難しいと思う。いろんな意味がありすぎて。あのさ、一番聞いて鳥肌が立ったのは、なんか京都、あのね、あれあれ、スカットジャパンでやってたのが、京都人のことやってて、まゆ、出たまゆちゃんのエセ関西部、エセちゃうし。エセちゃうし。シェルヨルバンショー。ジュス、あ、間違えた。そのなんかスカットジャパンでやってたのが京都人で、あの周りあのご近所さんにピアノが弾ける人がいますみたいな。でご近所さんのお母さんに、あな、あ、なんだっけ、あのお宅のお嬢さんピアノすごい上手ですね、夜遅うまで練習してはってほんとすごいですわってお前のとこピアノうるさいねんってすごい二重人格っていう話をスカットジャパンで見た気がする。結構昔に、怖ーと思って、めっちゃ怖ーと思ってこれあかんやつや。そうそう、めっちゃ怖いわほんま、京都の腹黒怖すぎやろ。好像中文讲一次，就是京都人的腹黑的部分，就是我看节目介绍京都人，然后他就说就是隔壁的女儿邻居啦，邻居的女儿有弹会弹钢琴，然后有一天遇到邻居的时候就跟那个妈妈说，啊，你们那边的你女儿啊很会弹钢琴耶，很厉害哦，就到半夜一直练习，真的很让人佩服这样子。他真正的意思就是，你就让你女儿练习到半夜都吵死了，懂吗？这个双面的感觉就觉得好可怕。然后那时候听到这个事情觉得起鸡皮疙瘩，很可怕。对啊，他真正的意思是你女儿真的很吵，不要让女儿练习到那么晚。超超啊，是超超乌啦，是超乌超乌，是一个狗狗的名字。うちの奥さん京都人。めっちゃごめん。ないすまへん。ないすまへん。そんな意味で言ったんちゃいますねん。関東の人でももうちょっと直接言うわ。高级的反正，只觉得蛮好看。什么？Hello， 枕田君，いつも家でチクチクやられてるねんよ、まゆちゃん。いやして。かわいい。でも京都はね、あの八つ橋があるから、ちょっと早くちょっとさっきの穴埋めしなきゃと。八つ橋美味しいし、お寺は綺麗だし、もう季節感も完璧だし、もう京都ってすごいね、綺麗、すごくとても素晴らしいと思います。だからもうこれからもチクチクされ続けてください。本音をちょっと、何これ、マジ疲れる。台湾人应该会直接开窗吧。我也觉得。你関東はもっとややこしい、人間関係が絡んでくる。うそー、怖い。怖いね、人って怖いね。サルウアクエイ、怖いね、人人って怖い、裏表って怖い。真正的意思是うるさいわ。对，台湾の人なら普通に褒めると、褒める褒めるの。だから私は人を信じない。你可以信我啊，中間に。ほんま怖い。これからも続くチクチクって面白い。台湾人就练钢琴可以不要练到半夜吗？别人都不用工作你。我想象的出来。嗨，佩森。Hello. 一番最初に裏切りそうなのが初めて。いや、私絶対裏切らないよ。絶対裏切らないよって言ってるやつ一番裏切る説だけど、私は裏切らないよ。台湾ツーファー几点了？え、几点了？还在弹钢琴。直接骂脏话吧。いや、我就是。
这附近，我家附近也是蛮吵的，就是很常听到有人骂脏话，啊，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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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就是很常听到，少 有助词。嗯，但是周杰伦练习练到天亮都可以，台湾人就是双标，会被超，对啊，超没抗议吧？我的どちらかというとそういうの苦手だから苦労してる。そういう字に限ってない。なるほどね。タピは苦労してるんだよ。肩叩き券あげます。我是直接打110。可怕呢。Jack，烧肉也要知道他是周杰伦呐、啊。对，哎，听说我的那个同学的，我的同学的同，哎，我的同学的朋友是住在周杰伦的。隔壁耶，周杰伦住的房间的隔壁间，非常有钱的朋友的样子。我的同学的同学，所以就很远，我没有遇过。就是乐器声音好听就没问题，难听就不要吵我。先ほどお母さんと喧嘩した。家族の人さえ本音言えないし、がっかりした。お母さん、お母さん、お祖母さん、お祖母さん、え、いえ、お祖母さんか、これは。お祖母さんと喧嘩した？お祖母さんと喧嘩しないで。就觉得家人真的很重要啊，就是不管你吵了什么架，还是得和好。因为我觉得我外婆这身体不好，然后我现在人不在日本，然后觉得。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应该要在日本的时候，好好的跟他出去啊，或是就是跟他说谢谢，对，都没有说，对，对，所以加油，不管怎么样，还是家人嘛，没办法，有血缘关系就没办法，加油，加油。金持ちのらしいね。周杰伦住的地方很多人都知道。是哦，他家很有钱。对呀、啊。お見合いの話だったけど。あ、那就不行，不一样了。你要相亲，没关系，你就直接吵起来。不行，我有马友，你管我。我刚刚就说。不管怎么样，还是不能吵架。不行，如果你要相亲的话就不行，不可以。我来吵架。你哦，我知道了，你们不可以吵架，因为你们是家人，你们要好好，你要好好和好。可是我替你跟他吵架。おい、なんで言ったの？あ、あのね。枕だけ、枕系男子が、おばあちゃんと喧嘩したらしいのね。で、なんで喧嘩したかって、私がだから家族は大事に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から、どれだけ喧嘩してもやっぱり仲直りはした方がいいんだよっていう話を してたのね。そしたら、お見合いの話だったけどって言われたから、いやもうそれならいいわ、みたいな。喧嘩しちゃえ！眉がいるのになんでお見合いの話なんて持ってくるんだって言って言う話。じゃあみんなに、おーいって言われた。眉ちゃん好きだから他の女は無理ってこと。そう伝えてください。そう伝えください。结果人家专门去合照会找你吵架。几年前也被骗去相亲过。嗯，也是和家人吵了一次。真假的相亲我都没去过哎。ハリは行ったことある？合コン。合コン？え、相亲、お見合いか。お見合い。どんな気分なの？だってさ、自分がおもろないって永遠に説明するやつ、自分がおもろないって永遠説明するやつ一番おもろないやで。え？どういうことだ？周杰伦是总裁命。喂，别害人家找不到你 啊！是那个怎么念？什么夫？合照会等于粉丝找马友相亲，笑死！お見合いはないな、合コンあるの？合コンあるの？いや、マジで行ったことないよね、そういうのに。本当に行ったことないよ。マジで。だってさ、
なんか合コンイコール日本の大学生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が強くて、高校生ではさすがに知らんやろ。日本の大学に行ってないからかな、多分そういう高校みたいなのが全くないなかったな、この人生。悲しいな、なんかちょっと休憩してみたかったな一回ぐらい。だってさ、いやでも合コンはまずわかる。だってなんか友達になりましょう会でしょ、要するに。でもお見合いってなったらさ、今日初めて会いました、いやもしかしてこの人と結婚するなんて、ね、あ無理だわ、それは無理だわって思っちゃうわ。日本有在相亲の联谊的话，我们好像从高中就啊，真假的联谊我都没有哎，我都没有，是联谊吗？是联谊吗？的话，就是我的印象中是日本的大学生才会联谊，对，所以我都没有去过那种场合，很好奇是怎么样的感觉，因为都是第一次认识的嘛，就会不会尴尬吗？因为我很容易怕陌生人，对，所以很不喜欢那种，但是有点好奇是怎么样。相亲的话，就是第一次见到面，然后觉得啊，他可能会是我以后的老公，就觉得很尴尬。そんな日すぐに飛躍するやついないでしょ。班徒都补充，观众全部都想要跟马友结婚的话，激怒愤怒嫉妒的粉丝。嘿，合コンはしたことないからコメントできん。我们是才大学才有，但我没去啊。台湾的大学也有去吗？怎么没有人找我去？可恶。誰にも誘われたことない。台湾にも合コン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らしい、高校生の時から。でも私は誰一人として誘われたことがない。跟大学联谊差不多吧，学生通常有学长姐免学长姐的哦。好好，前回もそうだったけど、お見合いの相手と交際しないと上不幸と言われた。あ、そうなの？高中读难受的话，确实需要联谊呀。竟然喷了一声，为什么？哎，喷了一声，什么喷了一声？这个吗？王思涵，看个人啊。不过相亲真的超级无敌尴尬的事。当然呢，我也觉得很尴尬。麦ちゃん、モテ期もう来た。モテ期もう来た。小学校四年生ぐらいの時モテたな。小学校四年生ぐらいかな。多分。是则。台湾大一有联谊跟抽学伴，但我们的课系大部分都是男生，你知道了啊。原来是因为我们系上都是外国人，所以很难找我们，应该是这样吧。但是我觉得外国人蛮比台湾的大家还要热情一点。昔話だった。台湾に来て店員に電話番号。うるせえわうるせえわ友達になって恋人にならないとおばあちゃんに怒られるのなるほどね。じゃあもうなんかレンタル彼女みたいな感じで、レンタルお嫁さん作ったら。小学校4年生ってこのモテ期は早すぎるやろまあモテ期って何なんだろうね。どういうのがモテ期って言うんでしょうか。お配所に配所你还说什么？维诺，レンタル彼女ってあるよね。あのそれもね、天チムの YouTube で見て知ったけど、レンタル彼女のバイトしてた。你知道日本有借女朋友的打工吗？也不是，就是女生是去打工啊。女生是去当女朋友，人家的女朋友，然后可能男生需要一个女朋友。我不知道，就是很多场合，就可能真的想要介绍给朋友，或是介绍给家人，或是什么的，就是要对出租女友。你们都知道，台湾这两年也有，哇哦，台湾也有，真假的？你们有人有租过吗？很好奇是什么样的感觉。パパ活？パパ活となんか違うんじゃないの？あれは。
可怜啊，各位单身男子，真的有真的有吃过吗？有吃过是怎么样的感觉？中国も流行ってる。マジで过年的时候特别需要哦，所以你真的有吃过啊？过年的时候因为需要介绍给家人啊，但是如果我连交友软体都，我也是，我觉得交友软体很可怕，而且我以前有用过那个叫什么D卡，然后觉得后来大一的时候才知道D卡是有那个交朋友的功能，然后就删光了，就觉得我完全没有兴趣的软体，你不用啊。レンタル彼女ってどんな感じなんだろうね、知らんけど。レンタル彼氏とかも聞いたことあるけどね。レンタル彼氏。过年假装自己是同性恋嘛，保证不会有人叫你赶快结婚。这个难说也难聊。交友软体不是用来交朋友的吗？我不知道欸，就是我不想要，我是很害怕会交到一个坏人，所以我是完全不会。有那种，我大学的学长是超爱用交友软体，其中一任女朋友就是在交完软体认识的。哦，真假的，好酷哦！听说最近真的很多人都是用交友软体认识。たま、谢谢你的生日蜡烛。時間制でデートするんだろうね。でもなんか悲しくない？なんかさ、なんか本当にレンタル彼女のことが好きやったとするやん。でさ、それで、あ。もう8時間、例えば時給制だったとしたら、もう8時間過ぎたんだけど、あと1時間追加するなら980円追加ね、みたいな、そういう話になっちゃうってことでしょ？めっちゃ悲しいやん、それ。我是好人。我可怕你在干嘛？你不要破坏家具呀，拜托。我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很想去唱歌。有人突然有女生亲近的话，我怕她是传销的。你过去有什么这样的经验吗？真假的？毛连案，结婚しようとうるさい親を騙されるためには、偽の彼氏を連れて行く的な話はあるらしい。国一部。マジか。毛良，谢谢你的生日蜡烛。大丈夫、マスク是坏人、真的。僕以外ここ全員いい男だから付き合っても安心してください。どういうこと、どういうこと？アイドルは10秒で1000円ってもっと怖くない？何それ、10秒で1000円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アイドルもやっていいの、そのアプリ。逆に、マスク手をピーだ。不要这样子。拜托你到底在暴动什么东西？啊。Kicks， 谢谢你的桃矿。打麻薯的屁屁。不过现在的话，过年就拿合照会合成员的合照照插吧。哦，握手会のことだよね。握手会のこと？合照会は写真会かな？偽の彼氏彼女、レンタル彼氏彼女ね。あ、そうそうそう。麻薯在干嘛？合照会就是为了过年的时候可以找，好好笑。但是他不会觉得你女朋友怪怪的吗？因为就是那种，如果我穿我合照会真的是穿的蛮特别的啦，然后就是这样子我可以穿特别的吗？真的，你们需要过年的时候需要用的话。我应该可以穿普通一点的不然我想穿个很，比如说啊，我不会穿，比如说我合照会的时候穿女仆装，然后你真的想要拍一张照片给家人看，说这是我的女朋友，然后他们就会说你的女朋友穿女仆装哦，不会这样子吗？特别的好啊，特别的好。好好笑啊，不是啊，万一家人叫你带回家看看怎么办？めいちゃん思うこと一日24時間未満だから、いい男じゃないわ。確かにね。
拿出跟马友的合照，有啊，有女朋友，好可爱哦你。没有啦，马友穿原本想穿的就好了。好，这次合照会要好好拍，然后要给我骂掉。好笑，オタクの、オタクの、那你过来。咦，你女友 IG 有一万人追踪，就是感觉 BBN， 他叫 BBN。要用正装拍吗？我没有衬衫的说、啊，又没关系的。ちなみに日曜日の配信、レックスを出番してください。せっかくの生配信。え、今いるよ。な、要するにここにいるよ。そんなに見たいのなら、なぜそんなにも好きなのか私には分からないけど。あのね、これね。これね。君のためにどうぞ。被要求打电话就对啊对啊对啊，你要打给公司是吗？我讲，你刚刚运动到了吗？啊？你刚刚运动了？啊？哦，好痛哦。特别的服装的话，就说当天万圣节了。一零一辣妹，大萌。哎，已经九点半了，还剩四个四分钟。谢谢 Rex 的 Love， 你怎么那么爱 Rex 啊？谢谢你的 Love， 不然你下次带个一个小 Rex 来见我，这样就好了。谢谢 Rex 的 Kiss 啾啾。好，那我来念排行喽，大家。今天聊了好特别的话题哦。时候开发女友电话 APP 的，还有这种东西哦。好，今天从第五名念好了。今天的第五名是 Rex， 谢谢你。今天的第四名是毛良，谢谢毛良第四名。今天的第三名是田中，谢谢田中。今天第二名是小五，谢谢小五。今天的第一名是 Kix， 谢谢 Kix， 谢谢大家。应该是下一次直播是我的生日那一天当天，谢谢芒格拉滚的告白气球，这样子排行已经变了，对不对？是吗？谢谢芒格拉滚，谢谢马奥圣诞餐会，谢谢小五的真情告白，谢谢小五，谢谢谢谢谢谢。大家不在在不？好，下次直播应该是我生日当天，29号晚上10点半到12点，对吧？然后虽然是很晚的时间，可是希望大家可以来，谢谢大家，下次见。哎，还有2分钟，我们还有拜拜时间2分钟，我要来吃饭了，可是我不知道要吃什么，可以推荐我吗？うどん食べようかな。でもうどんフードパンダで呼んだらすごく冷めちゃいそうだからやめよう。楽しかった、またね。レンタル彼氏、レンタル彼氏の話してたきゃ。中間老池、算你娃肉飯吃太多次了。来去写给毛的生日卡、好啊。うどん食べたくないの、冷めちゃうからね。这时间很难点呢、啊。麻辣串之类的，赞赞赞一波。还有2分钟，先拜拜 Rex， 你去旁边休息，谢谢你登场。麻辣吗？对，我真的超爱麻辣。今日の報告書、レンタル彼氏の話ダメだよ。生日卡跟手信都已经交出去了，你们送过我的礼物都收到了，谢谢你们，我好喜欢哦。去年写了马友的生日卡片，他没事了，面个鱼冻卡。啊，鱼汉卡，鱼汉拉面卡，鱼冻卡没有，拉面一波，拉面一波。花秀，当天要去吃麻辣锅，真假的？你要揪？你在揪我吗？我也很想吃哦。他发，有他里面的哟，カタカナのた。今年不用写了，需要，拜托拜托你写信给我，谢谢。ラーメンね、ラーメン、麻辣ラーメン、醤油、塩ラーメン、塩ラーメン。大盛りで、二玉追加しちゃおう。跟丽儿一样，对，好，
收到就好，谢谢你们。さて、私はもう寝るのだ。寝るのが早い。おやすみなさい。バイバイ。我就让加油，断考加油。拜比拜比。